我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化妆师嘉洛，一个是摄影师华欣。我喜欢嘉洛，但他好像七八。好、啊。就恋爱十秒定律啊！如果双方能够对视十秒，就证明双方可以追外吗？那、啊、我自己做的。哇，这男朋友肯定很幸福。哎呀，你不是还来吗？我关掉了。也太细心了吧，可惜是对了。哎，我这有事，来不来？来不来？发生什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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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发生什今天要帮你画一个很适合你的甜茶女友妆，要怎么说才能不尴尬呢？其实我都知道。啊？我知道你喜欢他。他？你说的不会是陈华兴吧？总之我会支持你的，我站在你那边。可是你看起来不是很开心哎，干嘛？吃醋？怎么可能啦、啊？你喜欢我？我没有啊。可是我喜欢你。哦，小芬来了，干嘛一直看陈华兴啊？干嘛？你那头发很丑，鬼迷啊！动，这男朋友没脾气。哎呀，你们是不是还来了？想抓男友，门都没有。这次我不想逃，你多好，我有毛病。我以为是你。要不然再来一次？我真的。